电动就不会产生任何的废气，我觉得对地球都减少排放二氧化碳。然后这个车可以载122个，同埋是全香港最大的电动巴士。哦，咁啊呢个车是最新的嘛，咁啊即系咁啊佢又中意巴士，即系环保是大趋势啊嘛，咁所以都是带佢哋嚟见识一下咁样咯。